念佛法门。祖师大德常常教会我们持戒念佛，念佛不持戒，不行善，不能往生。古人所谓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最重要善心、善语、善行。这个感应篇最后的结论也是结论到此，你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感应篇里面说你得善神保佑了，在净宗里面讲啊，你念佛才决定了。